哎，我们江油五路口来的，你看这个火烧起好大，这个损失要好大，瞧天嘞！哎，这个好危险哦，看见没？哎，这个燃，这个燃的好惨哦，天嘞，太吓人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一瞧这儿京东家电燃起来了，刚刚看到只是冒了点点烟烟，现在就燃起来了，这个好凶，看这个浓烟。警察来了，他们消防队还不来嘛？哎。这是往底下憋了，太吓人了。要到桥楼要来保护啊！桥天公、土地公、八公、中公、市民公、老王公、水王公、车夫呢、七仙呢、观音呢、黄后娘呢、魏公魏妈、老公老妈、沙山公王、杨姑山、红烛、白凤眼呢、财神呀、土地呀、地主呀、甲顶楼呀、大背溜来保护啊！保护地主啊，慢慢好听啊！这趟也不最直那边穿。一到桥楼一来保护啊！桥天公、土地公、八公、中公、市民公、老王公、水王公、车夫呢、七仙呢、观音呢、黄后娘呢、魏公魏妈、老公老妈、沙山公王、杨姑山、红烛、白凤眼呢、财神呀、土地呀、地主呀、甲顶楼呀、大背溜来保护啊！保护地主啊，慢慢好听啊！这趟也不最直那边穿。我办哦，要住电要住三，我办哦。何江西爱来梅汉，就拿钱以后。从这旁边袂遮罪，好来袂遮罪，我开短从来唔捌去，我遮罪你都袂有正宗，也无白行正，无白政府当好领导领个事啊！至少只要无入去，去灾区个救灾啊，每一年计下来大喊万岁喊，我白哦激动到无声，我白哦。需要了，你因为你是未成年人，需要你家里头人陪同，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完了了，你的车现在在哪里？你也骑上来这个，这个叫啥？安邦什么？回邦家院是吧？南库。啊啊！对，你车现在在你的跟前了吧？把车骑上，啊，带同事过来，过来再说。啊，把你家里头人，你那个电话给我说一个，你的手机号。我能连得上你，你不好，慢点你。不好，你稍等。报再到我这走。151051。哎呀，真的不中听。151。喂。151740。你不会起人反应，你得把药够了。我是江西省万年县退休教师李长柳。我实名举报江西省万年县委书记毛奇，毛奇利用职权长期对我女儿猥亵性侵。我女儿是万年县上房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，根据录音文件属性显示，2024年5月23日，她与毛奇发生争执，所以又去省纪委进行举报毛奇，并称署上有他的录音。3天后，李佩霞却被万年县纪委带走留置至今，并被输缴了存在毛奇犯罪证据的电子设备，至此失去人身自由，无法向社会发声。被带走前几天，他留给家人一个 U 盘，并嘱咐这个 U 盘可以救他的命。根据 U 盘的内容以及他平时跟家人透露的信息，我才得知毛奇利用职权长期对我女儿进行恐吓
打压、索贿、利诱，进行精神控制，并强制猥亵、性侵。因李佩霞已被留置，处于完全被毛奇控制的状态，无法发声，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出于对我女儿生命安全的担忧，我实名举报毛奇的严重违法滥纪行为，恳请上级主管部门对毛奇的违法滥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给李佩霞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，确保李佩霞生命健康安全，严肃党纪国法。以上举报有录音材料作为证据，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朋友们，我新哥来给你们开在水上公路，你看嘛，桥顶桥梁就损毁了，纯粹是过不到车的吼，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不是假的。现在这个桥梁全部就断了，桥顶都损坏两个，里面有都是活人，说活人的不让你们过，确实是过不到，你看嘛，送个好人哪个敢让过嘛。这几个年全部都是断了的，你看这看到这个缝子，那个缝子就是可能有一桥多长的缝子，全部的裂开了，全部都一这边的梁都移位了，估计呢一时是通不了车的吼，就要看这块施工进度的快慢。你看嘛，这么吓人呢，希望你们大家要来水上公路的现在别来了吼，你们计划另外的路线，等这个桥修好了过后，经过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，你们想知道路况的，你们都关注我新哥嘛吼，随时都可以给你们说一下这路况，还有通得到第一时间告诉你们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